上年圣诞佢就化身圣诞鹿，今年生日佢就化身神奇女侠。到底一向造型百变嘅梁针针，今年万圣节会扮啲乜去 party 吓人呢？就是一粒士多啤梨啦，仲要是一粒色彩滑梯嘅士多啤梨啊，系咪好惊呢？哼，都知吓你哋唔到噶啦，但见佢玩得咁开心，仲要咁大胆添，真系好难估到佢依家先得个岁几人仔咯。就算入埋鬼屋，都依然淡定，反而妈咪就被吓亲啊。而万圣节呃拉嘅星 B。仲有佢 Gigi 嘅娘女 Sophia， 冇扮鬼扮马 ，Gigi 净系简单 po 相，叫大家估下 Sophia 最中意唱边首儿歌，已经成功呃 like 啊！